们要去安特卫普。是安特卫普的中央车站，好漂亮的车站啊！到了订的 Airbnb， 房东现在先来开门。Are you traveling around Europe or? We're studying here, but we're traveling on weekends. Oh, nice. Yeah, I think it's here. 哇，好大，就是跟图片一样 ，just as the picture shows。两个晚上，然后我们两个人住，差不多一人是120人民币一晚。这里的房子好可爱，而且他们的每个门牌都会有自己的特色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23跟这个21，它写的就不一样。这边是一个港口，然后呢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站，要去安特卫普的海上博物馆。你们看那边有个苹果，哎，要把包包和大衣都寄存。这个东西有点像皮影戏。包装的谷物、麦片，还有果汁，以及牛奶瓶，可以从这个管子里面闻到以前食物的味道。我觉得很像酸奶的味道。这个猜猜这是拿来干嘛的？在现代它是哪一个工具？马桶。这个是泡脚吧？泡脚？不是还拖鞋啊？那个是什么？鸡笼吗？枕头。它是热床、啊、那为什么要有一个线这样？可能是可能把热水换里面，把它热床开始的。那个应该是你中间那边，这是很可爱的，哦、好可爱哦，好高级啊、哦！牛奶液里面有人儿的，好像看不到，对啊，所以有这。是自动的，
在这里。好啊。哇，我们到了顶层了，从这边应该可以俯瞰一部分的安特卫普吧。这个好像是整个比利时最高的教堂，时尚杂志的摄影吗？学学人家的 pose， 顶一下就可以改变世界。4:30就关门了。我们现在到了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。哇 ，look at that！Hastings Castle，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。这边是安特卫普的市政厅。在安特卫普的一日行就到此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